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少侠们，武侠游戏终于给卷起来了。话说前两天呢，逆水寒手游新增了一批驱服，这名字啊大有深意。江湖一梦，踏月流香，明月天涯，好家伙，这名字是直接贴脸呀。看戏的少侠们呢还不嫌事大，疯狂的艾特我们的叨叨，生怕人家没看见。哎呦喂，你说都踩到人家头上来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们的叨叨呀也果断的支棱了起来，第一时间展开了第一波的反击。除了之前就说要普赠的时装和众多的福利之外，商城直售的外观随便选，天涯令五天一礼券随便拿，四星会版是人手一个，手机红包 Q 币都纷纷开始大放送了，这波福利是真的有点香啊。但是有些少侠呀，这个胃口是真的有点大，想三选一的都要，到底在哪里？底线又在哪里呀？不能昧着良心啊！那个，要不就按他说的办了吧，叨叨。也有很多少侠呀，异常的感动啊，这染发时装都免费送了，还是放弃小韩吧，这毕竟哪里都是武侠暖暖，暖这暖那不都一样吗？更有数学很好的少侠呀，心疼我们叨叨呀。算了一笔账，全部按最低算，这送的东西啊价值好几千了喂，怕是叨叨呀要把底裤都拿去当了。有一说一啊，其实这些啊一点都不比隔壁的逆水寒上线福利差呀，良心叨叨实锤了。这条微博呢也真是难以想象的和谐啊，少了很多力气，只有欢欣鼓舞的评论，看来大家对于这样的大放送行为是喜闻乐见的。那要不就咱就多送一点好不好呀，多卷一卷呗，少侠们你们怎么看呀？